一起来帮亚洲黑熊黑糖来庆生吧！为了庆祝12月30号即将到来黑糖的12岁生日，动物园预计要在26号先为黑糖庆生，特别准备了特制的熊熊造型蛋糕。而另外，动物园的明星动物元宝出生183天，体重已经来到了13.4公斤，头好壮壮，即将在下周跟大家见面。又是柚子又是柳丁，吃饱喝足，接着就是最期待的游戏时间。亚洲黑熊黑糖要12岁了，保育员是找来一个熊熊造型的模型，再装点上黑糖爱吃的水果，为他特制生日蛋糕。26号更要和大家一起庆生。皎洁的翻个筋斗，或是当个飞檐走壁的壁虎，再不然就是把毛茸茸的身体塞进甜甜圈里。活动力十足的元宝出生满183天了，体重13.4了。那最近的话，他开始就是会吃妈妈的一些食物，会跟妈妈抢食物，但是实际上是吞不下去了，然后活动量越来越大。一点都没有辜负保育员的用心，头好壮壮的元宝预计下周就可以跟喜爱他的粉丝们见面了。华视新闻亚黄瑞麟台北报道。